它兼具有凉感，还有呢排汗，还有速干，穿起来呢真的会让你非常的舒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田。那每一年呢，其实呢都会出一些夏日的长裤。那呢，它叫做新机能冰池长裤。那这个长裤呢，其实穿起来呢，真的就像没有穿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兼具有凉感，还有呢排汗，还有速干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其实夏天当中呢，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长裤的需求。那这样的裤子呢，它其实非常的弹性，穿起来呢，真的会让你非常的舒适。这里我们做到了弹性的束口，那前面呢当然有一些绑带，就可以依个人的需求去做不同的调节。那口袋呢，这一次呢我们也加深了，让你放手机啊、放包包啊都不会外露。那总共有四个口袋。那这次呢在版型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也有做到一些不同的优化。我们在裤子的版型当中呢，其实有点连接到前版内缩的版型，它会让我们看起来呢比较挑高一点。总共呢有四个尺寸，四个颜色可以挑选。像我现在穿的这样子，比较想要穿有点 outdoor 的风格的话呢，我身高是177，体重72，我现在穿的是 XL。所以呢这样的冰池长裤呢推荐给你们，你们会喜欢哪一种穿搭呢？